你做干嘛？啊，是等你花香气。电池是，你有你有专业。是啊，我想站起来，因为这个东西啊，我知啊，是即马先甲翕遐，对吧？昨天有空，安排好，对吧？你先翕遐。嗯。安尼我觉得有时阵嘛写晒，安尼就好，空中就有一个。呀，安尼。你卖很多。新招大家问的，新招，大家好哈，全世界朋友大家好啊，新招大家问的啊，咱今仔日呢真欢喜啊，来办理这个国际越南语认证的申请发表，甲这个说明会哈，咱大声咱嘛感谢咱这个张镇呢啊，咱敢提供一个真好的所在哈，感谢我们张镇呢提供这么好的地方呢啊。我们今天就会来针对越南语的认证啊，这个新书发表还有说明会哈、啊。那基本上呢，我们是双多语的哈、啊，我们会多语进行的哈、啊，会有台语啊、中文啊，还有这个越南文啊。如果听不太懂的地方呢，你可以用你方便的语言来发问都没有关系啊，弄个三哈，我们点点啊，点花点打，或者点卡扎啊，对啊，咱今仔日呢？咱会针对这个咱即届越南语认证哈，即、这个申请，还有即个边啊课呢，咱来做一个小结哈。所以咱等下呢，咱会请咱迄个李勇甲阿雄呢，两位来做小结哈。了呢，咱有一个 Q&A， 大家有啥问题，拢会当来问哈。
啊，就挑什么的，你先把放，啊，就是要挑个滚上来，啊啊啊，无咱即卖就先请这个李勇呢，啊，先针对咱这本册来做一个小改，啊，啊，再说咱请阿雄针对这考试的部分来做小改哈。啊，开始先买那个李勇，就是要挑个滚上来。咱掌声欢迎啊！新招某个，新招干部，今天就欢喜吼来这啊，代表阿西阿这团报社，就是吼这个出版社啊，来简单小介这本册。好，这本册是即马目前出版社就是上新的一本册，啊嘛是阮感觉讲，因为阮长期是出东南亚的册嘛，啊这本算是阮感觉着读者足期待要出的，就是阮因为本来伫。这本册是和国立成功大学越南研究中心做伙，伊是越南研究中心策划，策吼因策划啊，阮来出版。啊，原底是按算是伫今年册就会当出版，啊，有一寡代志有沉着安尼啊，所以毋过伫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足侪人一直敲电话来问吼，大家人敢若足期待，因为想讲要参加考试，毋过毋知影一寡细节，所以啊是一个真侪读者足期待的一本册。啊，今天很高兴吼，伫遮简单甲大家小介一下。这本册主要就是当然是针对，下一页，帮我切一下，顺便啦。因为这本册是国际越南语认证导论嘛吼，所以就是有关。科技需要了解的这本册，简单拢有了解。啊，伫这本册内底，咱当看到，咱的目录吼，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咱伫了解部分是有两个语言吼，高松语、高加丁语吧、马丁中吼，有两个语言，华语含就是中文含越南语。了解以后，来遮就是迄个模拟试题、模拟试题。啊，这本册是干呐，中级含初级。初级和中级就是 A 跟 B， 好 ，C 级还没有出版 ，C 级预计日后会再出版。然后这本书是初级跟中级这样。然后就是因为成大已经办理今年二月已经办一届考试啊嘛，啊伫迄届考试了，因为伫阮的试题内底，伫成大试题内底，大部分是没有中文，是无华，没有无中文，然后所以很多考生可能一方面是紧张，一方面是因为看到拢是越南语，所以就在所在看无，好、啊，所以我感觉这本册内底试题是由成功大学就是越南语中心提供，啊内底就是。含真正考试，你会看到拢是同款的物件在滴啦，吼，所以有一寡注意事项啊，可能大家人会当，若是有透过这本册，你就会当较了解。啊，伫这个是 A 级的部分，就是有笼统含有听力含笼统。看起来蛮细。所以这个是 A 级，啊 A 级了当然就是 B 级，就是中级哈、哦。这个跟 A 级和 B 级，这是 B 级的部分嘛，是会有听力笼统，就是完整的。只要考试会出现的，伫这本册内底拢会出现。好、哦、除了听力含笼统以外，佮有书写，好、哦、read， 好、哦、书写的部分，好、哦、书写的部分嘛，是因为就侪人跟他看到简章，可能跟他看到讲哦，会写造句啊，还是讲作文，啊，毋过毋知影实际上你看到是啥物造句，啊，所以伫这本册内底拢看会到，啊，嘛有口语，吼、哦，口语遮嘛是因为这就是伫这本册内底有附一个光碟，啊，光碟内底会有足完整的，就是你考试的时阵，因为口语是透大家人爱听，就是伊会听伊，就是伊的所有的指令，所有的指令是透过耳机甲考生讲。啊，所以有可能伫现场，因为伊讲拢是讲越南语，啊，所以有可能考生会听无，嘿，啊，所以若是会当先有这个模拟试题，你家己试课伫厝里，然后家己试一届会较清楚。好，比如讲，伊可能册内底会甲咱讲，但是你若是听着讲，啊，比如讲，过剩几分钟的，几秒钟的时阵会叮安尼。啊，毋过像现场考试，我听讲伫有考生甲我反映，比如讲，伊是未分课，因为伊第一届课嘛，之前拢无考过，所以可能叮的时阵，伊就叫有时间到，伊就毋敢讲啊。啊，其实不是哦，顶是讲吼是提醒，所以这是吼大家若是有先考过，较会了解，吼先试看麦。
啊，除了气地以外，当然嘛有附迄个就是二 D 画卡，吼、哦，空白可以让大家练习。吼、哦，所以你会当摕这张，会当去压印，爱当家己，就是真正实际伫处理试课。吼、哦，有二 D 画卡，啊，当然嘛有迄个参考答案的正确答案，吼、哦，参考答案会使看。那参考答案除了二 B 画卡的部分，像书下就书写测验的部分嘛，有一个简单的，让大家了解讲啊，我造句到底要写多长啊？有的人可能唔知道要怎写，好，而且才拢会当看。除了造句啊，或者是讲迄个写短写短文，就是作文，好、哦，作文这样嘛是有一个参考的答案。好、哦、啊，书下了最后一个就是科考语嘛，吼、哦，那是有科笔记的人。那是咱的初级、初级 A 级是干哪科听力和阅读、听力跟阅读哈。啊，那是科中级 B 级还是 C 级的歌舞，那个书写和口语、阅览内书写和口语。好啊，口语的部分嘛，是因为大家人一开始嘛紧张，想讲是要讲啥呢？其实好，就是科伊只有一个图，有四个图啦吼。啊，大家在讲完整的。好，完整照就是你看到什么图，你甲讲一个完整的，像一个故事安尼简单讲出来。啊，伫遮嘛有参考答案吼，写伫这个图下骹，这是参考答案。啊，口语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看图，另外一个是能跳主题，你记怎样？能跳主题是？就是伊会写一个题目互你。吼、哦、啊，题目是用越南语写的哦，吼、哦，题目是越南语写的，一个题目出个像遮有一个题目安尼，啊，题目写了，当然你会当有时刻的时间了，你得爱甲讲出来安尼，吼、哦，所以这是这嘛是予大家参考的一个答案，吼、哦，所以当然这本册主要就是介绍咱的试题，吼、哦，试题啊，试题进程就是有迄个国际越南语认证的研发的一挂过程，吼、哦，安尼，啊，因为。这本册目前伫除了就是实体店面，像但是有大概有需要，伫灿烂时光家会使买着，啊，或者是其他各大网络书店拢有，吼、哦，拢有啊，所以那是大概有需要客气的人吼、哦，就希望大家来当多多支持安尼。好、哦，我简单介绍到这，啊，其他等下较详细内容、客气的内容，还有迄阿雄家来小改，好、哦，多谢。多谢哈，啊，查查个，稍等我一下，我开一下灯啊。是，稍等我一下哈。安尼，我啊，即摆代表迄、那个成功大学个越南研究中心吼、哦，介绍。啊，国际越南语认证的这个部分哈、哦，那首先呢，我们要第一个是要感谢我们的团队啦，啊，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可以做那个这么多的事情。那再来是也是恭喜那个出版社可以顺利把这本书就是顺利啊，让它可以完成哈、哦，也可以让读者可以更了解我们的考试这个部分。那目前大家应该是了解说现在在。在台湾这边的对西南向政策的那个的政府在推这个目的嘛，大家希望是可以跟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可以走得更靠近啊，那会有更多那个交流的点。那我们是那个成大那边的越南研究中心，也是希望是说透过这个国际越南语认证呢，让台湾这边的年轻人有更好的一个目标。那譬如说你现在是要考一个考试的话，那语言认证是一个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我们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越南语跟越南文化教学这方面着手嘛，那我们还是比较专心做这一块。那希望是说这次是做国际越南语认证也是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也是很符合现在政府在推的一个动向啦。那不知道大家对那个越南语教学有没有那个什么想法？可是我个人也是在第一线去教学，我感觉得到说现在各个地方都在争那个越南语老师，那所以明显的那个就是大家都有一个都有一个就是那个认同，就是说那。
国际那个越南语认证，它是一定的一个观点，一定的一个关卡，那大家都要过的啊、那啊、我们也是由于这个目的，所以举办这个越南语认证，那也是希望台湾的年轻人可以有具体的那个踏实的可以更进一步的靠近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哈、哦。那我们是从那个计划是有几年前已经在筹划这个国际越南语认证了，那连名称啊或者是 logo 那些也是计划很久，可是正式开始是从那个2016年，那我们6月份有一个预试正式的预试，再来是2017年2月份是有第一次全国性的考试。那我们目前的主办单位还是那个成大的国际成大的越南研究中心，然后跟那个高雄大学的那个越南研究中心越南中心还有社团法人的台越文化协会，那这个是主要目前的主要的三个单位来合办这个国际越南认证。那我们的证书是由两个那个国立的大学是成大跟那个高雄大学合发。那我们目前的认证呢，就很幸运是得到了很多就各界的学者啊，或者是世界上的很多大学有名的大学的学者的支持跟认同哈。大家可以看，我们有也有是来自美国的哈佛大学啊，或者是河内的很多大学的认可哈，日本大学或澳洲大学哈。那这边我们应该随便可以搜寻一下哈，现在问那个Google大神都知道哈。吴如平的教授哈，也是来自那个哈佛大学的吴如平教授。然后那个越南的很有名的一个诗人哈，枕当花讲到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越南枕当花，他在这边哈，他是从10岁的时候已经有。可以就国家已经补助他印了第一本那个诗集，到现在他的诗集啊已经是再重新再刷37次了，比他的年龄差不多跟他的年龄差不多。那还有我们也得到了成大的就校长，还有成大的文学院的校长的支持哈，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这边的照片，或者是那个越南的经济办事处的目前的主任也是帮我们背书就对了啦他也觉得这个很有意义，而且是不管怎么样哈在一个越南人的角度，在他乡来说哈，我们要承认是说这个国际越南语认证可以做这么的规模的话，那是在越南也做不了的，在越南也没有办法就是统一大家的观点来做一个国家级的一个那个越南语认证，可是竟然在这边成大在这里可以举办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我们越南人啦要佩服我是针对越南人这个观点而已，在场我们有好几位越南人嘛，那这个我们国家应该要再多学习，再多磨练一下。那也有很多像那个来自澳洲的泰维堡的教授，跟越南的那个陈志瑞教授哈，也是都是在研究越南跟越南语教越南语学的越南语言学的教授的专家哈，还有那个来自大阪大学哈。应该是大阪大学的教授哈，斯密兹教授这次他来参加我们的举办的一个研讨会，那也是很开心的帮我们那个鼓励那我们的国际越南语认证呢，目前可以简单来说是很幸运，是很符合，非常的符合那个越南的教育部的针对越南语认证这个检定的标准
那也是很也是符合呢澳洲的那个共同语的共同语的那个框架或者共同语的标准哈。那如果是针对那个教育部的公文来说好了，现在目前的越南的教育部的公文是要分越南语认证的要分成是六个等级啊，那其中也可以分成三个大类是初级、中级跟高级了。可是他们是用越南文呢，是说 bậc một、bậc hai、bậc ba、bậc bốn、bậc năm来分定是比较初级跟那个高级的等级啊。这个是如果是我们是用那个国际越南语认证，就是成大举办的这个是我们是用 A1。是跟相对的是 bậc một 就是基础级哈 ，bậc hai 初级 ，bậc ba 中级 ，bậc bốn 中高级 ，bậc năm 高级 ，bậc sáu 专业级哈。那我希望在场的那个你们有意愿去考那个国际越南语认证的话，那也是有机会会考到高级跟专业级，那表示你已经是可以彻底把越南语就是掌握在你的那个就是掌心中是不是这样的说法？那这个我们的那个分级呢，就是以上的那个是有初级、中级、高级的啊。那但是今年开始今年的秋季才开始有高级的考试。所以其实如果是你们去那个上一届是那个二月份考初级跟中级的朋友们呢，如果是还想再多考高级的话，那就是今年刚好哈秋季你们可以报考。因为其实那一次我们举办了之后，也很多考生觉得说他们很有意愿在考高级，那这个很符合大家的需求了，高级哈。那只不过是考那个高级跟中级的那个会有一个时间的一些美感哈，那等一下我们会再细谈。那在报名的那个方式的话，那目前我们开放两种报名哈，第一个是网络报名跟通讯报名。那我们是都鼓励考生是用网络报名啊，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节省了很多那个。就是第一个环保了，现在大家都不用印很多东西嘛，你在网络点几个就可以了。再来是那个也可以节省很多我们作业的时间那也是很科学的。当然如果是你没办法使用网络报名的话，那我们还有一个对你来说比较方便的方式，就是通讯报名，大家熟悉的。可是这样子的话，那费用因为是增加了一些成本，所以我们在多收了那个几百块是有那个差额譬如说 A 级的话，那个现在是网络报名是优惠价是1000块那 B 级的话是1500，C 级是1500一样的那如果是通讯报名的话，那在 A 级的话是1200，B 级跟 C 级一样都是1700。那我们缴费的方式呢，一律都是以那个邮政划拨缴费不管是你在你是用网络报名还是用那个通讯报名赶快你都要去邮局去回款这个是对你较熟悉的方法那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方便的，大家都有记录有报名有付钱那都有记录再来呢是我们那个评分的部分评分的部分呢，那这个有可能是考生比较在意的这一点第一个是在初级的部分呢，有分成 A1 跟 A2， 那这个分定这两级数的那个分数是怎么分譬如说在 A1， 那如果是你在 A1 的话，我们只考那个听力跟阅读那如果是这两门的总分。我们算是总分总分是60分到79分的话，那你是恭喜你，你已经达到那个基础级如果是你是80分到100分，含100分那就是已经是达到 A2 的等级表示你已经是有一个一定的基础的那个越南语。
那一样哈，在B 级的话呢，B 级是因为是我们有考听说读写跟那个 C 级赶快哈，嘛有迄、那个那个听说读写。那我们的总分呢，四门是400。那这边我们会分成 B1 B2， 那如果总分呢是240到319，那总那个是中级。如果是总分是320到400，那就是已经中高级了。一样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在那个我们的泡泡这边。好， C 级的话呢是总分是240到319，那这 B 跟 C 的分级的那个的分类是差不多啊，标准是差不多。那也很多考生是觉得说，那我们的那个 ABC 的那个分级的这样的话，那等于换算成那个语言的能力的话，那是怎么样？我们是基础级的话，那我们的语言的能力会是怎么样？可以讲什么话啊？或会用什么样的词汇？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如果是在我们的那个分类啊，这个也是参考那个教育部越南教育部那边的公文的内容哈，也是很类似的。如果是 ABC 的话，那这边都有一个针对一定的标准哈，提出那个要求。假设是 A1 的话，那基础期呢，他们是能怎样？能熟悉的用日常的生活或词汇啊，这个比较细节，那我再不多说哈。这个那我们考试的项目呢，是 A 级、B 级、C 级是有所不同。那在 A 级的呢，在初级哈，那我们只考听力跟阅读。那考试的部分呢，在听力的部分是有三个主要的部分哈，那个听的精度哈，听和选答案cái hạng mục thứ hai là xem tranh và chọn đáp án, hạng mục thứ ba là nghe hiểu hội thoại. Thì thì trên đây chắc bao giờ cơ chế thời gian, cơ chế thời gian thì chắc bao giờ ghi chấm huân chơi yếu, ghi chấm huân chơi yếu. Anh có thể sẽ ai y hay để lục y mấy thời gian vì chủ à, vì chuẩn à, vì có thời gian có thời chuẩn lục y mấy thời gian để tăng nông bậc cảm.为了对八公对等的感哈，那这个总分就是听力的总分满分呢是50分啊，因为还有另外一个50分是分配在那个阅读的部分。那阅读五塞博婚哈，就是 xem tranh và chọn đáp án 看图选答案xem tranh chọn đáp án 填空跟那个阅读。那这个对大家应该是。可以比较简单的理解的话，那你们最快的方法就是看我们那个就是那本书了，里面是很清楚。那这边的总分是100分，那考试的时间是约40分钟啊，通常是不到40分钟，但是这个应该也不一定啊，可是也是最长是40分钟。那在 B 级的部分呢，考试有分成那个听说读写。那我们这边可能要再多补充一下哈，因为刚刚是听力嘛，听力的话呢，这次我们的听力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对话选择题，听完对话选答案，再来是听完一段文章，一段那个演说，那再选择正确答案。那这个考试的时间嘛，赶快哈差不多是20分钟，分数是分成64分和那个36分。对不起，这边是 B 啊，对不起，打错了。那听完对话选择题的话呢，那是64分。那听演说再选择答案的话，那是36分，那总分是100分。那在阅读的部分呢，在这里我们有分更细的要求，是有与那个词汇跟语法的考试。词汇的部分呢，也是占那个15题，语法的部分占10题啊。那最后是阅读理解就是看一个短文的话，那占15题，总共这边是有40题，
四十题在差不多是在四十分钟就考完了，那我们的分数分配是第一种词汇跟语法的测验的话是占那个62.5分，另外一个部分是37.5分，那总共是100分。因为阅读的时间大家看总共这边有40题，所以这边有40分，所以平均是1分钟你要做完一题，所以这个大家加油哈。那再来是书写的部分呢，书写的部分我们有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是你从我们提供出的一个单字词组单词组了来造句，那这个部分是有8题，那它的分数是56分啊。那再来是词组的短文，就是你从我们提供出来的5个词组要写成一个短文，差不多大概是80词到100个字，80个字到100个字，那这个分数是44分，所以总分也是100分，一样的时间是40分钟而已，所以大家要平均你们在 A 跟 B 的那个作答的时间是哪一个比较优先，要先处理啊。那在口语测验的部分，这个部分呢，我们是考试的时间约7分钟，含那个说明操作的方式，所以那个实际的考试应该是那个我们可以参考这边哈。假设第一个 A 看图讲跨斗共构哈，看图讲故事啦。那我们看四个小图，可以讲把它讲完一个完整一个故事。那这个是作答的时间是1分钟，其中是有30分钟是你可以预备的，30秒你可以预备的，然后再作答的时间是1分钟。那口语的部分是完全是看那个用那个我们数位的那个教室，所以用拿耳机跟对那个麦克讲话而已啊。所以如果是你不熟悉的话呢，建议你在家里要先自己模拟一下那个考试方式。那这个是我们 CD 里面有附那个口语的考试的真正的那个气氛了，你只要照听，然后就照着念。那因为是如果是考试的那个心理，如果是没有很稳，你第一次碰到那个气息，你通常都会紧张啊。那这个也会可能会造成是说扣分的一个理由。那在口语表达的部分只有一题，那我们这边有准备1分钟，那有作答的时间是连续2分钟。连续2分钟的时间，大家觉得长还是短？很长，对不对啊？对。表示你是有 sense 的，2分钟连续讲话是很长的啊，或者是那个几海丽应该是知道，2分钟在那个一个广播我们讲话哈，应该是很长的，对不对啊？不是那么简单的2分钟哈，我们也是试过哈，是非常的花时间，所以这个需要大家再自己去那个练习一下啊，不是简单讲一两句就停下来哈，这样都会扣分的。那我们这边的分数的分配是。A 在 A 就跨度共构是50分啊，过来是口语表达嘛是50分，当中嘛是100分啊。啊，针对这个 B 级的那个考试，敢有啥物问题？无，敢有无？无哈。安尼 C 级的部分呢，同款嘛是有迄个听力哈、阅读和书写口语的4个部分。那因为我们考试那个 B 级跟 C 级哈是同一个时段考试，所以呢，考生如果是你要报考 A， 那你还要考 B 或 C 的话，那目前只能选择是 A 加 B 哈，或者是那个 A 加 C 啊。不能同时考 A、B、C 3个，目前我们的分配的时间是这样哈。那在考试 C 级的话呢，当然是每一年都会有不一样的那个改变啦。最后大家还是请大家看我们每一年最新的简章哈，那这个是我们有可能会有变动。那C 级的部分呢，听力的部分哈，一样是也有那个对话跟演说的听完对话跟演说之后，那再做一个选择啊。那我们这边的
题数是有改变哈、哦，这边是啊、演说是有16题，那对话是有9题，那在这里约是大概是30分钟的时间，那在这里的那个分数是36分跟64分，总分也是100分。那阅读的部分呢，也是一样有考啊、词语跟语法啊、那我们的分数的分配是37.5跟62.5，总分也是100分。考试的时间是40分钟左右，啊40分钟啊，不是左右，就考试的时间是40分啊。那啊，在书写的部分呢，是这边有两个题目哈、啊，第一个是看图写作。第二个是完全是自由发挥写作文了，那这边的考试时间是40分钟，那分数是50跟50，总分数是50，那个是100分。口语的部分呢，这边我们只有一个题目，就是口语表达，那准备的时间是2分钟，作答的时间是3分钟，所以那个困难在多一点点，好，刚刚是说2分钟已经难了，现在是连续讲3分钟的一个考试题啊，试题提供给你一个主题，那你自己讲了3分钟连续不停的，好，那这个是约考试的时间约是7分钟啊，那在分数的部分呢是这边是也是100分。那所以呢是在 B 级跟 C 级哈、赶快细行那个四项考试的话，总分数是400分。那我们那个每一年的报考的时间呢是在春季的话是大约是在四月跟五月会进行考试，所以呢是二月份会公布简章哈、那我们每一年的简章。当然是我们希望是不会更改哈，可是因为这个也是不能做一个最后的一个保证，所以还是请大家你谨慎一点再看我们最新的简章哈，在我们网络上都会有公告。那秋季的部分是有十一月份或者是12月份会考试，那9月份会公布。像今年的我们的简章已经公布了，那今天刚好是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报名的第一天，9月16号。我们报名的时间是一个月的时间哈、那是到10月16号就系统都会关闭。那万一到时候你还来不及报名的话，那还有一个通讯报名的方式。那通讯报名是那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简章哈。那今年呢我们的考场是有多了高雄大学，所以原本是四个北中南三区，我们有三个嘛台湾大学彰化师范大学跟成功大学，可是今年开始秋季开始是有高雄大学，那也是给大家很多选择啦。那这个是主要的考场的资讯。那我们的每一我们的网主要的网页呢，是大家只要打那个国立成功大学越南研究中心的网站，那也可以有办法连接到我们的国际越南语认证的网站啊，或者是你在 Google 大神那边哈、就是只要打一个 IVPT 哈、这边啊 IVPT 是在这里 IVPT 啊。那就也会找到我们。那今年呢的现在的是那个报考的时间了哈，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慈济的报名的网站，那上面是有首页啊，那个认识我们的啊，或者是一些采认的单位的简介跟报名的系统。那最重要是在这里，报名的系统在这里啊，报名在这里。五夸掉吧，好，我加我开始哈。这里滑鼠它没有跑出来，是在这里，报名在这里，最重要是在这里哈。那网络报名在这边啊，大家报名之后呢，都可以再用你们的那个报名的资讯去检查你报名的那个资料。那今年的考试呢，预计是在12月16号会举办。
好，那考场就刚刚我有报跟大家报了，有四个考场，那大家可以选择离你最近的考场来报名哈。那而且是要再强调一次，因为这个资讯很重要，今年开始就会有C级的考试啊，对考生，如果是你们对C级有期待的话，那今年刚好是可以报考的一个开始了。那希望是那个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哈。然后再强调另外一个资讯是说，那个为了了解这个我们考试的话，那你们可以在网络上去买这本书哈，《国际越南语认证导论》。那这本书里面的讲解很多国际越南语认证的来由跟我们主办的模式，还有试题 A、B 就是初级跟中级的试题，模拟试题，那对考生是非常重要的资讯哈，希望大家可以把握。而且我们里面还有附一张 CD， 那这个对考生是很好的，你们可以马上可以感受得到那个考试的气氛。好，那最后哈，还是要再感谢我们的团队啊，也是感谢我们今天的那个灿烂时光提供我们这个场地，那有这个场地，我们才要把那个重要的讯息要跟世界的所有的朋友们哈，对国际越南语认证的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成大这边去搜寻资讯啊，谢谢大家。那下次开放，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问我们。来，谢谢。干部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我想问一下，嗨，二月举办的考试，比如说总共有多少人报名？然后60到80分的考生有几个人？80到100的考生几个人？然后 B 等的话，比如说240到320有几个人？然后320到400有几个人？通过率大概是多少？哦，这个嘛，对不对？你想问这个过的那个人数嘛？对，那中心主任加回文教授来。我补充一下。大概因为这个也很难讲啊，因为每次报名的人他的程度不太一样啊，那整个平均来讲大概一半啊，大概一半的通过率左右，稳定的通过率，大概就是中点啊，平均来讲大概一半，就是初级的 A 级的或者是 B 级的大概是一半以上啊。那因为那个具体数据我们没有带出来，不过大概来讲是一半啊，可以给你们做参考。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赶快问哈，因为这个是我们全国的第一场，就是对外公开这么多资讯的，所以现场是可以接受大家所有的那个问题哈。好来，有没有？有没有问题？目前就是越南国内他们没有所谓的粤语认证，有吗？他们有他们自己一套粤语认证。我现在是那个用一个越南人的那个立场来回答哈，那个以前是没有，可是教育部也没有规定是要不要有这个东西。好，那每一个学校都自己就是针对那个外国人的要求，说他们进来学校念书的时候要自己考那个该校的那个越南语认证。好，可是那个最近也开始也是有这个动向啊，特别是刚刚我提到一个重要的资讯，就是教育部他们有一个公文嘛，现在是开始有大家有一个框架，是说如果是有越南语认证，那你们至少也要达到这样的标准。那这个标准也很符合我们现在的越南语认那个成大的那个越南语中心的提出的一个标准。哎，那目前在越南是没有啊，我相信是没有。我补充一下啊，在越南啊，他现在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越南语认证的考试啊，所以你看那个教育部，越南教育部他2015年两年前才提出那个规范的标准。不过呢，各个大学比较大的，然后有越南学系发展的好的，那因为他们经常都会有外国学生来嘛，那外国学生他有时候要分级啊，或者是要鉴定说他们学习的怎么样，所以有三个主要的大学啦，一个是河内的国家大学，还有一个是河内大学，这是两个不同的哈。
然后南部的话是胡志明市的国家大学，这三个学校长期都会有办理，但是那主要是他们自己学校发的，然后是针对去他们那里学的学生，他们办他们的检定，那这属于是自己学校办，互相没有连结合作这样子。那几年前，譬如说高雄大学，他们也有在办，那他基本上是代理，可能是代理的角度了哈，就是说他跟河内国家大学合作，然后试题还有评分，全部都是河内国家大学那里提供，然后他在这边只负责试录的部分，啊，那考生考完之后，他又寄回去给他们，然后他们评分完之后，包括证书再寄过来这边，以前是这样子的，啊，等于是一个代理。那我们从成大这边开始呢，就是我们自行研发的。啊，那除了自行研发之外，我们跟刚才讲那三个大学也有正式签约，互相承认，就是说我们的证书到越南那边保证有用，就是确定有是证书有签约合作的。那他们的证书他们发的来我这边，我们也承认，就是说譬如说有的到越南去学嘛，那学完譬如说他如果要来成大进修啊，啊，那如果说他要进修跟越南有相关的，那他来的话，那我们也承认他那边的证书，这现在的情形。所以如果认真来讲，完全符合越南教育部的，目前我是第一个了，因为他是两年前才公布嘛。那越南那三个单位他们做的方式还是传统的，他只分三级，就 ABC 三级。所以刚才你有考过嘛哈，你有参加过他们，他只有 A 而已，他们不分 A1 跟 A2 啊。那教育部越南教育部现在是分标准要六级啊，那所以我们是最早开始就照越南教育部的标准去做这样。哎，有几特啊？不了解啊，各港慢的几个。胡志明就是南部的国家大学，胡志明是国家大学。我看到那个什么社会人文大学，不是第一届吗？哎，这样子，越南的大学名称哈，有点小复杂啦，哈、哦，它叫，如果南部的那个叫做胡志明是国家大学所属社会人文大学。所属社会人文大学，他们是怎样的？因为越南的大学，其实它规模是等于台湾的学院而已啦。啊、哦，那所以他们慢慢越南教育部他也开始在整合，他把几个，譬如说几个比较好的大学，大传统大学啊、哦，把它整并，然后叫做国家大学啦。所以譬如说河内的国家大学，它底下有十几个大学，但是他们全部都叫大学，所以我们这边会有点搞混的，那种大学底下又有大学。啊、哦，但是像社会人文大学，其实照理讲，如果要翻，应该翻社会人文学院嘛，因为他们等于是台湾的学院，不过又比台湾学院人数又大一点点这样。他是国家大学，所以他是国志明市的话，那个是国家大学，他有两个国家大学，一个是南部的国志明市国家大学底下有好几个大学，然后其中一个是所属的社会人文大学，所以那个办。考试还有那个花扁那头的是属社会人文大学在办的，哎、嗯，这样清楚吗？对，就是一样，我只拿简称国家大学这样子，哎，那这样子的哈，哎，来，还有问题有没有要分享一下你之前考 A 级的？我们有现场有一位之前有参加过有 A 级考试通过的哈，你敢不敢分享这个？哎、啊，你分享一下你学越南语的心得啊，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分享的，刚好。好，你刚刚讲的。大家好，我去年就是有报考了，应该是去年年底的，不知道有没有记错，还是今年年底这样。那时候我那时候大概学一年半左右，或是接近两年，一年半大概接近两年。啊，那时候只是想说，没关系啊，不管考不考得过，我就报名最简单的嘛。啊，不管考不考得过，就是反正知道一下自己到底这一年半来的付出得到多少回报这样。啊，那时候也没有写什么考古题啊，反正就硬着头皮去考。啊，真的整张考卷发下来全部都是越南文，啊，真的没有中文。啊，说实在有点心虚，就是我连题目要我说好，我们这一段是要考你什么？说实在的，我都不心里面都不是百分之百确定，说你到底这个部分是要考我什么？欸啊、其实有点半猜的啊，或是看下面的考题去反推说你要考我什么这样。那至于说
那个自己后来也是算是有侥幸有考过了啊，但是其实也是有点心虚，就对了，当然单，我觉得单字背的够文法，初级的文法应该还算简单，单字背的够，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再加上现在又有这么好的教材，至少知道说那个每一个单元是要考什么，应该是蛮 OK 的啦。那我自己到目前为止大概是学了两年了，那。我个人的感觉，非常主观的个人的感觉是说，文法可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啦，比起英文啊、韩文、日文什么，文法可能是相对简单的啦。那单字的话，就没有什么简单不简单，还是要背嘛，背的多就知道的多啊。但是超级宇宙无敌难的就是发音，我从来没有学过一个语言说发音这么困难的。对，那这超级宇宙无敌难，那这个要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想办法克服的，对。那其实克服能够克服，一定可以克服啦，只是每个人怎么克服的，那有自己的方法，我自己的方法也不一定适用别人，也不知道，尤其他那个口音差那么多，然后。整个国家又没有统一口音，我是觉得真的是觉得蛮奇怪的。像韩国你口音再怎么多，人家就是统一说首尔的才叫做标准音啊。你不管你釜山还是什么的，你在补习班要教人家韩文，你釜山也要乖乖的改成首尔音，你也不能教人家你那釜山的口音啊。可是因为什么越南没有这样，我就说实在我就不知道，因为好像中部的老师就教中部音，北部老师教北部音，南部老师教南部音，那所以那真的像我也是换过几个补习班或是学习单位嘛，啊我就真的说，所以我明明学了快一年了，为什么我换了一个学习地方之后，发现我居然是从零开始这样，嘿，是真的有这种感觉啦，但是后来。我学了两年，再反推回去，我当时的感觉，其实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可能越南这个国家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国家，这样。啊，以上都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这样而已。不好意思，谢谢大家。可以用几句越南语自我介绍吗？哦，新早嘎嘎板嘎嘎安吉，对的啦，挺蓝几层，对好顶的，狂我还南还南软，对感觉顶的热土里，对蛇跌到好，对希望的通过。中格男的，感恩高板。哦，这么厉害，谢谢。主要是国强。真好哈，欢迎你来参加咱中级考试哈。我再补充一下啦啊，有关方言差的部分啊，可能会有一些考生会问说啊，你考试是依照哪里当标准？很多人都会问的啊，那基本上我们会有分的啊，就 A 级的话，初级的呢，基本上全部都以河内为标准啊。就刚才他也有谈到嘛啊，基本上每个国家他面对这个语言的时候呢，他都会以首都为标准的啊。那所以我们也不能免俗了啊，所以 A 级初级的部分，我们基本上全部都照河内的标准啊，因为其实刚才。讲的哈，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就是越南它也不是没有完全没有标准，它只是它包容性更大而已啦。啊，就是说它基本上它在基本的教科书，它还是以河内为基本的，所以南部、中部的人他听北部基本上 OK 啦，只是河内人听中南部可能就听不懂了，啊，但是中南部的基本上都听得懂河内的，因为他们在学校教读，就听说读写。基本上还是以河内为标准，
啊，所以我们 A 级的会完全就是以何乐为标准，但是中级以上呢，就开始会有一些方言差。那为什么要有一些方言差放在里面？就是反映现实嘛，就是说你到越南去，除非你永远都去河内而已嘛，但是也不太可能嘛，因为你有时候会去中部，会去南部嘛，那你会遇到中南部讲的那些不同的词汇或是不同的腔调嘛，所以我就适当会反映在中级跟高级啊，比如说中级我们大概就有5%到10%左右的这个内容可能会有方言差的啊，啊到了高级可能就会到10%几，就是反映出来。但是你放心了、啊、就是说你从前后文我们不会刻意去问你一个词汇说、啊、这个南部讲什么然后北部讲什么，比如说、哎、南部讲宅鸡、哦、啊北部讲什么叫花果，或者是花果在南部讲什么，不会刻意问你这个。但是在一个比如说阅读或是一个听力里面可能会有讲到宅鸡，但是你即使不知道宅鸡是什么，你从前后文去判断啊，比如说你会有一个对话是啊我们现在已经、啊、吃完饭了、啊、想吃点宅鸡啊或什么，你从前后文就可以判断是啊应该就是水果了、啊、哦类似这样子。那这样你因为你读到你学到中级或高级以后呢，你基本上就会有一些能力可以去分辨方言差，就好像我当初在学的时候一开始也是搞不清楚在什么方言差，但是等你学到中高中级高级以后慢慢就可以发觉那个方言差的部分啊、哦，所以我们考试就是初级以河内为标准，然后中高级慢慢增加啊、哦，那到高级大概只有10几%了，也不用太担心了啊、哦，也是大概10几%这样的一个内容。这边会不会可能第一题南部音，然后第二题北部音？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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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子唱，哎，就刚才讲了嘛，在 A 级绝对全部都河内而已，那中级以后呢？因为你如果5%，其实可能是大概一题左右而已的，一题两题这样子而已的啊，所以可能穿插在里面，可能就其中一题两题是不同腔调这样子的，哎、嗯，所以不会这样的情形。比如说我可能跟一个南越老师学，那我当然口说的时候会比较偏南越的音，当然，那像评分标准会不会有差异？评分标准我们不会因为你的口音而去变更你的分数，就是说哈，我们会跟评分老师会讲的哈，就是。你的方言差不影响到你的分数啊、嗯，不会影响到你的分数。那基本上听得出来了，你是因为语言不懂讲不顺的，还是说因为方言差的？其实越南人都听得出来了。嗯，啊、嗯，还有问题吗？那你回答越南也没有那么夸张啦，就是说，只是我刚才讲的嘛，最多也是大概15%这样子。自己讲，因为讲到最后，自己在讲。其实啊，你。不用担心，你如果是刚学的，你就先学好一种，你一个腔调学好之后，你要再去增加学习其他，都很快，吸收很快，哎、所以不用担心的，嗯，哎，那、啊、你们本身是从学哪里？就是说学学南部还是北部差？我的老师是南越，南越没关系，但不会影响你们考试的分数，不会影响分数，嗯、特别是写的部分比较接近的，啊，南。就是如果南北的差异里面写是比较接近的，只是讲的时候那个腔调可能就会差不多了。嗯，还想说，因为我们学越南语，我本身有学越南语，那这个越南语的话，常常会被越南人说，就我自己的缺点的地方，北越人会说我讲话像南越人，然后南越人会说你为什么讲话音这么重，要学北越人讲话。我觉得台湾人好像常常有这个问题。因为我后来有跟一些就是请教，他们说常常有人这样讲，就算你是跟北越老师学，但是北越人听到你讲话就说你是不是是南越，你是不是跟你怎么讲有点那种南越腔这样子。其实哈、哦，这个平常心就好了啦。因为我去教那个越南语的时候，我都鼓励他们是说没关系，不管外面的人说你的口音是像谁都没关系，你自然讲，把那个语言讲出来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是只是社会上的一些就是观点不同啦，就像我们的也很多针对一个事情，也有很多人角度不同，所以看事情不同而已。我觉得这个我们自然讲就好了啦。这个哈、哦，我通常都怎么回答？因为我也经常遇到哈、哦，
我在河内的时候，他们都说我的腔调像南部的，因为我最开始学是在南部学哈、啊，但是我在南部学两个月了，后来大部分都在北部哈、啊。那到南部的时候，他们又像说我像北部的哈、啊，我都说我是北桥，对了，北桥，月桥嘛，都住在台湾的月桥对吧？那他们啊笑一笑，北桥这样就好了、啊。而且是那个，其实就问你说像啊，或者跟你说是你的口音像谁像谁，其实他们我觉得应该没有恶意，真的啦，基本上是不会有批评你的腔调是怎么样，我个人觉得啦，大家都觉得说哦，别人学我的语言，我觉得应该是开心的，所以没有恶意的啦，好，放心。还有什么问题吗？请说。想问一下，就是说，在台湾可能少数东南亚语系的书籍也比较少，学习资源也比较少。就是说，可能考多译的话，可能去书店可能有二十几种多译的模拟试题，那你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自然的分数就会高起来。那像这个的话，可能模拟试题可能范围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本，那可能要从日常的接触、听说读写。那不知道，这位老师或是他有什么？对我们学习上有没有什么资源是可以让我们就在这个哈、补充一下哈，确实哈，就是说，像多一托福很多嘛哈，模拟试题包括相关资讯的书很多。那越南语我们这本可以说是全世界唯一目前第一本，包括在越南也没有，因为刚才我讲越南他们办的话，他们是自己系上自己办的而已，而且他就是为了考试就办一下考试，他没有说啊准备个那个模拟试题让你去准备，他们没有这样子。连越南的他们都没有这样的习惯、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动、不过也还好，现在网络很发达、所以你透过网络，你去越南的这个一些网站去看的话，其实都可以练习看那些一些阅读的资料、包括影音也是、像 YouTube， 像越南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很多那个影音、包括歌曲，你全部在 YouTube 都可以找得到。那也是一个很方便的，也就是说，在越南，因为他也不重视著作权，也是好也是坏的、好处是你 YouTube 全部抓得到，MP3 全部抓得到，啊，随便你用，素材利用，所以某个角度是，你要去听一首歌，从那个歌曲里面去学越南也很方便的，从那影片去学越南也很方便的，甚至你也可以download什么越南语版的，因为譬如说台湾的。连续剧啊，它有配越南语的音、那故事剧情如果你看过台湾版，你大概就很快可以吸收它那个越南语的内容、那也是一种方式啊，或者是你从一些比如爱表这样啊、本来是台语歌曲，然后转到越南去，你等到九州啊，还有越南语版的也得爱表这样，类似这样的你去学哈、也很快了，所以现在网络方便也好也很好、就是说很方便。从上面网络上面去抓相关的资源，也都还 OK 的。请他。我要分享一下，我是目前是在中央广播电台越南语节目当主持人。那我本身是来自北越的，北越海防省海防市。那我最近也是我本来是以前是河内师范大学，河内师范外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那之后来台湾，我有去教越南语，可是很短暂的时间。之后就是来电台工作之后忙，就没有再去教越南语的。那最近我因为很多协会啊、朋友啊，一直在鼓励我，应该是。要把以前的学过的专业拿出来，因为师范大学嘛，所以最近我就开始去教越南语了。对，那我觉得刚刚这位朋友所分享的这个，就是那个越南的语言，有没有一个官方的标准的语言？像蒋教授讲的是有的，就是还是以北越，然后北越是最标准的，就是河内。来当那个官方语言的标准，不过因为是越南的地理嘛，你看过嘛，就是因为是很长嘛，所以那个北
中南越，因为气候、地理、历史，所以他口音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越南语的话，就是说我们越南人本身的话是说基本上的话都可以互通，可以听懂。可是有一些地方，像中部的一个什么一个叫做什么 Vin， 黑佛 Vin， 就是荣氏啊，一个城市，它就有一个名字叫荣氏黑佛 Vin， 它的那个方言哈、啊，我们他可以讲那个一般北越的口音，也可以自己讲他们的方言。如果他们讲方言的时候，我们完全听好像外语一样。如果他们故意的，我们完全听不懂。那可是那些就是像那个中部往北，然后有一些比较一样属于北部，可是它还是有一点点方言，不过它没有像中部那么严重，所以它都会学，它都会模仿，就是河内的。所以在沟通上基本上是中跟北越人是没有什么，如果他们没有故意讲他们方言，是沟通上没有问题。可是南越跟北越会差别很大，南越很难去模仿北越人的口音，他们是模仿不来的。对，所以我觉得是说，大家如果是学越南语的话，如果是你从初级开始的话，你应该是要从那个北越的来开始学。它的重点在哪里？因为北越的人就是你不管是你听还是你写的话，会是一样的东西。比如是你听这个声调，你写出来就正确这个声调啊、哦。那可是如果南越裔的话，他们是因为地区性，所以他们有几个声调他们没有办法发音正确，比如是蝶声，就是柔啊，他会念成啊，就是跟那个柔好就是一样的。然后比如是南越有一些人，他分辨不出来，他自己认为那个字就是那个声调，所以他会说 dotik an fe， 有的地方南越他会说 an fe， fe 就是蝶声，可是其实他是那个问声，他是柔好，他是 fe， 河粉是 fe。 所以这个来，你们如果在台湾学的话，我觉得是这点，这个有点难。说你一定是说要求是说要一定都是用北越口音的人去教，是这个是没办法做得到。因为在这边讲实话，除了一些比较少数的有学过，就是有师范专业、有教学专业的人是极少的。所以一般来讲是说，大家都是姐妹，是说那个政府鼓励，然后我们都是本身是越南人，我们会讲越南语，然后政府会安排一些比较短期的一些师资培训课程，我们去参加，稍微有一点点概念之后，靠自己的经验去教书，然后慢慢累积，大概都是这样子而已了。那现在我觉得是说，因为也是很难说，有的地方像教给新移民的儿女嘛，那有的是说那个北越人的小孩跟南越、中越的小孩是混在一起，现在要教在一家学校，要一定说我们现在这边的北越比较多，要教北越口音，还是南越的小孩比较多，很难做得到这样子。刚好遇到那个老师他是南越，那就是你要学南越。可是如果你去外语中心的话，你有权利可以选择，因为你付钱，所以你要看，你可以问那个老师是北越还是南越。我觉得是说，比如是说你现在你的需求是说，可能你以后想去南越投资，或者你想去台商公司在南越，你也可以考虑是说，哦，跟那个南越的，比如是初期你跟北越的老师学基础，你写声调然后发音都没有问题之后，哦，那个中级那个高级你开始学南越，因为你的方向以后是可能会比较多去南越，所以我觉得可以以这样的一个考量来考虑你要怎么学习。那资源的话，现在是像蒋教授说是真的很多资源，然后我非常对一位在台湾的一个跟越南的血统有关系，也跟他是蛮聪明的一个朋友，他是
潜伏在的，可是他以前是在好像在越南跟柬埔寨的边界生活，所以他越南文跟中文都超好的，然后他专门翻译中越文的歌对照的，然后他都上字幕，而且他的我觉得他的那个中文跟越文都蛮有深度的，他在网络叫做越南阿万，所以他都是我很喜欢上再去听他看他翻译的歌，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越南阿旺，旺就是很旺的一个旺，对对对对，就看过嘛，对。然后像我们电台最近也是在中华电信 MOD 有做一个越南语教学节目，那我自己也是有参加。那我们因为我们是之前都是做那个广播节目，我们现在才开始做影音的，所以我们算是有一点阳春了。如果是我们都是越南语教学是一搭一唱的，我们是两个主持人一起的，所以如果是有兴趣的，如果你们家有 MOD 的话可以看。我们网络的话也有，可是我们现在正在更新网络，所以这阵子还不能看，可是如果家里有 MOD 可以进去一个叫做免费，然后里面是国际村，然后里面有个飞跃世界，飞是那个飞上天的那个飞，然后跃是越文的跃，飞跃世界 go 英文的 go， 对，那以后我们过一阵子就可以每天都可以在网络可以看十分钟。我觉得就是说在台湾的越南语真的非常的多元的，所以我们可以多接触了。像刚刚他讲的，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多多少少啦，多多少少是我觉得这个不止越南啦，就是区域性不同的话稍微会有想有一点，就是说感觉上是歧视了，可是我们学语言就不用在乎那个了，因为有的时候像是说我觉得你南越跟我不一样，我就觉得就是蛮稀奇不一样而已，有可能也不是说特别是什么恶意的，所以像他讲的，我们的目的是学语言，反正是讲人家能听得懂就好了，那其他我们就不管，对吧？好，谢谢大家。你说那个电台，电台节目时间我们哈，那可能是那个是因为之前我们都是播到比较远，所以我们之前都用那个 AM 的，所以要有 radio， 那现在可以用 APP 下载，我给大家看一下哈。那我们里面也有一个一天也有十分钟，就是华语教学节目，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个华语教学节目来学粤语，因为是倒过来的嘛，对，我们是用中文来解释，然后就说用粤文来解释，然后中文的词汇要怎么讲的，那你们也可以透过这样子来学粤语，觉得。那如果比较属于是高级的话，那我们里面都有不同的介绍台湾的节目跟每天的新闻，那也可以考虑听一下，因为里面其他都是南粤音，只有我唯一一个人是北粤音的。对，我在电台叫做海丽，对对，那我的那个真名是海燕。是那个帮那个海丽主播那个宣传一下，这个是那个中央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啊，大家可以搜寻一下中央广播电台粤语节目就可以找到他了。那目前有好几位主播了，那有那个主持人，那主持人的北粤那个讲北粤的腔调是海丽啊，海丽这个。一下应该也会有，哎，对 ，Google 一下就马上知道了。那中央广播电台的那个粤语节目，哎 ，TI， 那个
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吗？刚刚大家分享，应该是大家都很……我再顺便补充一下，补充一下啊，各位有问题也可以等一下再继续问哈。补充了哈，两点补充。第一点就是说哈，这个越南方言差呢，其实用旧语言的文化的角度来讲哈，它方言差很多也很正常的啊，也 OK 啦。我是觉得也没什么大问题啦哈。那为什么南越可以保留比较多？比如说南部人几乎一定都是讲南部腔调，为什么会这样子？换个角度来讲，因为他们在南部，他们有南部电视台，还有十几台南部自己的电视台，所以他们看电视，南部人基本上都看南部的电视台，所以这个就是电视台大众传播媒体的重要了。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谈说，哎，啊，我们现在没有一台台语的电视台，然后我们的所有的电视台全部都在台北。啊，所以大家都以为台北就是为主嘛，所以你看，因为越南它南部，它基本上它电视台就是南部自己就有很多台啊，它南部人基本上就看自己南部台，所以它可以整个就是南部人的这个语言可以保留得很好，所以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今后的启发了啊，比如说咱台语电视台哪五个色的南部的时阵呢，至少安尼可以当平衡嘛，啊，咱南部的这个台语嘛发。发音的机会嘛，啊，咱这边有客家电视台嘛，我就用电视台，结果无台语，啊，所以这为越南这换一个角度，咱来看，真正反而做到比较包容是越南共产党的，真正的呀，啊，那讲那要讲到这吼，台湾无论国民党、民进党到比就这个议题有没有比越南共产党还包容？人家越南共产党从北越去解放南越之后，还让你南部有自己的电视台。啊，咱台湾敢有民进党敢有用阮咱，互咱台语电视台，咱爱去甲支持，爱甲支持，啊，所以呢，这嘛咱真大就替换哈。那第二点再补充哈，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开始要学习这个越南语哈。那我们成大呢也有开展的课啊，两门课，一个是这个越南语的学分班，啊，就是说你只要高中学历，然后。读大学的资格的话，那就可以来报名那这个越南语的学分班哈。那学完18个学分之后呢，我们会有证书啊。那我们目标了哈，就是说学完18个学分，至少要有，应该要有中级以上的啊。那目标是 C 级还是高级的啊？理论上是啊，当然要看每个人家己有认真无认真的哈。如果顺利的话呢，我们目标是18个学分之后呢，还可以至少中高级。然后或者是高级这样的一个程度哈，啊，当然啦，南部的朋友较方便啦哈，如果在台南高雄就不用，北部可能就比较不方便哈，所以咱有一个是越南语学分班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各位啊打算未来有要教越南语的话啊，那包括我们越南籍的朋友啊，越乡人或是台湾人啊，那我们现在也是开了全国第一个这个。越南语教学的硕士学分班，啊，就是说我们目前谁可以去教越南语，现在还没有一个规范出来啊。你的尬人得去尬啊，然后一般的印象就是，啊，你做越南语就可以去教了。但是呢，其实也不是说越南语就可以去教，因为相反颠倒过来，美国人会讲英语，他就可以去教英语吗？在美国，他要修过 TESOL 的课啊，就专门教英语的学分啊，然后受过训练才可以。那包括在台湾也是一样，你要教华语，现在也是要修那个华语的学程啊。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台，那我们成大呢也是第一个开办了这个，如果有心要做越南语教学的呢，不论是台湾人或是越南人，那我们欢迎各位来报名这个越南语教学的硕士学分班。那这个要求就跟刚才那个比较高哈，这个是你要大学毕业，然后有报考研究所的资格，然后呢，语言如果是台湾人，你要考到 C 了。要有高级以上才可以来报名，那当然越南人是 OK 的哈，你的母语如果是越南语都是 OK 哈，啊，所以咱成大这两个班哈，基本上等在报名啊，两年要结束了哈，即将快结束了，欢迎大家哈，啊，透过这个网络，大家若有多知影这个事情的，那微博的探进哈，考起来进哈，那顺便做以上两点的补充哈。好，谢谢那个吉海弟哈，谢谢蒋教授跟大家的分享。那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因为有关那个越南语认证或者是国际认证的这个导论这本书哈，
如果是大家还有问题的话，我们这边都可以一一解答。好，那至于那个学习的困难啊，其实越南语的困难我可以感受得到，所以请大家加油哈，因为只有一个那个卡那个点哦，你只要跨过去了之后就好了。发音它就是这样啦，啊，发音的课。那刚才大家也是提到很多资源，网络上很多啦，那而且现在是网络上的资那个。教学的那个书啊教材啊也很多哈，当然是每个老师的方法跟那个技巧都不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考这个国际越南语认证的一个自由的空间呐、啊、因为你对谁啊对跟的哪个老师的话，那你去考试都会有不一定的一个的一样的结果了啊、哦、那希望大家加油，把这个好的资讯再分享给更多朋友知道。谢谢。那如果是还有问题的话，那还可以赶快问。还有问题吗？那如果那个题目现在是台湾自己做，还是和内国家大学？这个是那个百分百是台湾这边哈、哦、，Made in Taiwan 100%。所以放心哈、哦，这个我们是支持台湾的东西。因为我想要找那个。对，想好这个嘛？我们稍微补充了啊、哦如果你进了高考过，直接都还没有考，那、啊、你怎么会想到一开始就报西？因为你学多久了？其实白糖。啊？白糖。白糖。白糖好未？哦。白糖能跳特别的高点了，能跳进度些。嗯。thử xem thì tôi nghe là thử từ đồ b bắt đầu từ b thì tôi nghe nhưng mà thấy nếu không được thì không được không có sao nhưng mà nếu là từ B 级 đến bắt đầu, tất nhiên là chúng ta không cần phải ép buộc bạn, chỉ là bạn từ B 级 có thể đi xem sẽ tốt hơn, và thực tế bạn 7 tháng là ở Đài Loan học mà, hay là ở Việt Nam? Em học ở Đài Loan, học sinh, học sinh, giỏi. Mẹ mẹ em có phải là người Việt không? Hả? Mẹ em có phải là người Việt không? Không phải. À, tự học, theo 客观条件来讲啊，七个月，当然也不是说不可能的。不过比较实际一点，可能从 B 级会比较好。那你可以先试 B 级的。嗯。你觉得如果说写起来很轻松，当然你去考 C 就 OK。但是你如果试考之后觉得有点难，那你就从 B 或 A 开始。会比较合理、嗯嗯、因为七个月而且在台湾学，因为我就我自己的经验、啊、我之前也是自己在学的，但是觉得还不如我去越南 学两个月、啊嗯啊、就是去那天那时候每个月每个礼拜是20节课，每天4个小时，这样子抄两个月就很有进步了、嗯、啊，但是如果七个月要考七，搞不好你一个月能力很强，对了，说不定很假的，这个我也不能说。加油，保定，加油！就尊重你自己的决定，自己试试看，试试。做完了，你就拿回去试试看。好，谢谢。怎么？你怎么会想要自己学？会有动机。空狗点。啊？怎么会有这个动机想？因为他们要带一个越南老板，老别人。好。giỏi lắm, thế là giỏi lắm rồi, 7 tháng như thế là giỏi rồi, cố gắng lên. Anh ơi, hè, các cô xem mấy bún té, hè. Hôm nay nán tớ hả, tức là giảng giáo sư trên bên đó, có thể trực tiếp hỏi anh rất nhiều cái liên quan kinh nghiệm, tức là kiểm tra kinh nghiệm hay là như thế nào, đều có thể hỏi hả. Các cô, anh là gì, hè.有无？无，那是无问题吼。就是今仔日感谢大家吼，嘛感谢那个灿烂时光提供给我们这个场地吼。那今天就到这边到一个段落谢谢大家。那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跟我们拍一张？